姐妹的父亲，第二位是黄三神姐妹 Flory Wong， 也是的，然后又是一个 OK， 第三位是苏玲姐妹，第四位是樊冠芬姐妹。 We can see her husband Steven shooting the video, right? 第五位是李奇宏姐妹。第六位是熊一清弟兄。陈希忠弟兄告诉我，今天受浸的这六位弟兄姐妹，他们从不同的团契小组来的。好，跟大家讲一讲。 那个龙伯伯呢，他是从长兴团起来的，那个这个 Florida Huang 呢，他是 Youth Group， 那个苏玲姐妹和樊芳姐妹，他们都是在那个姐妹会啊，都是在姐妹会当中的成员，李奇宏姐妹也是姐妹会的成员，也是周五查经班的，第二组，最后那个熊一星弟兄是星期五晚上的那个英语查经的负责。 成员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不同的团契小组当中，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滋润滋长。他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时刻实在是美好。那请大家打开《圣经·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Acts chapter two.